WCW 还是一样冲 B， 但是这次的冲法比较不一样了，而且可以看到三号的这个亚瑟开始是架的是旁边，所以大部分情报是在 B 点，所以亚瑟在绕点的时候是可以抓到一些节奏。等一下就可以开秀了，晚点就可以看他们怎么秀了。亚瑟持续架点，弩炮位置大家可以学一下，弩炮如果他贴这个墙往前的话是可以架到，在三楼被发现，只好先往旁边跳一下。对，雪纳瑞有一个最会打手枪的选手吧？哇哦，亚瑟神话局。而且我们前面说的双人小组，突破手更吃双人小组配合。是的，他可以跟 M4 配合了，是有机会的。哇哟，可惜了，被高空翻了回来。哎，高空跳下来了吗？啊，哇，被亚瑟看到屁屁啦！对面只拼命的在灌点，他有抓到高空，但对面人员不敢做探头，因为他们知道亚瑟在，他必须有下包的压力。如果亚瑟下包，他就被包起来在 B 点里面，因为你下包你要守包。就不可能离开包点。那这时候三号四号可以看到他们位置 S 跟赛哥，确实内马尔就是直接就是在我们的中路，等你去转 A 或者是转中路要绕背的时候可以抓你漂亮的车。哎呦，亚瑟在探点，左探右探，哎，顺局没中，完了，哇，不过、他的局证明了自己。